眼保健操时间到，大家快闭上眼睛，不许闭眼睛。不对了了，眼保健操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，大家听我的，快闭上眼睛。哼，梅梅，今天我才是班长，我说不用做就不用做，大家都得听我的。乐乐，你梅梅，乐乐，你们别吵了，不如让大家来投票，看看到底要不要做眼保健操吧。哼，比就比。我先来，我把票投给乐乐，我才不要做眼保健操呢，我昨天作业还没写完，有这时间不如补一补作业。梅梅，看吧，大龙也不想做眼保健操，你还是乖乖认输吧。乐乐，投票才刚开始，你别高兴得太早了。我把票投给梅梅，梅梅说的对，做眼保健操可以缓解视力疲劳，对眼睛有好处，我可不想变成近视眼。怎么样，乐乐，现在是1-1了。哼，牛牛毛毛还没投票呢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牛牛毛毛，你们快点给我投票，等一下我给你们买好吃的。老大，乐乐要给我们买零食，我们快投票给乐乐吧。什么，乐乐，你这是作弊。牛牛毛毛，你们把票投给我，我就不和老师告状你们两个今天没有交作业的事。什么，老大，那我们还是投给梅梅吧，不然梅梅就要告状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把票投给梅梅，身边的乐乐。什么？太好了。梅梅，你可没有证据我们没交作业，刚刚下课的时候我早就趁老师不在把我和毛毛的作业交上去了。太好了，这下我就有三票了，我宣布今天不做眼保健操。第四节，按太阳穴。不好了，老大，老师来检查眼保健操了。怕什么，毛毛，今天乐乐是班长，班长都说了不用做眼保健操。我来检查大家有没有好好做眼保健操。什么？竟然没人做眼保健操？乐乐班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师，是我不让大家做眼保健操的。啊？眼保健操很浪费时间，大家都不喜欢做眼保健操，这可是我们投票决定的。什么？乐乐，你说错了。我们的眼睛就像一台照相机，需要经常调节焦距来适应远近不同的物体，但长时间用眼会导致我们的眼睛出现视觉疲劳、干涩等症状。做眼保健操能有效缓解视觉疲劳、头痛、眼睛干涩的症状，让我们的眼睛得到休息，预防近视。原来做眼保健操有这么多好处，对不起老师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好好做眼保健操的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平时会认真做眼保健操吗？为了我们的眼睛健康，千万不要偷懒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